OK， 逛完了二楼之后呢，我们再去一楼，从上面呢逛到楼下。那一楼呢，看起来就是比较走一些高单价一点点的东西。好，一样逛一圈。首先看到呢是郭元益，然后御前山茶，卖抹茶，哎，看起来还不错。然后巧克力名店，然后卖 mini 可送，那边是大门口，真是卖面包的。OK， 那这边呢，卖一些衣服啊。我最喜欢的品牌 BOSS。 Kevin Cry To Me 都还没有开，然后呢这边有一家 Seven， 有一家 Seven， 然后重点是呢一楼这边有寄物柜，所以呢如果你来逛街的话呢找不到地方可以寄物的话呢，这边有寄物柜。那寄物柜的地点呢，它就是在 Seven 的旁边，这边有一家 7-11。然后它是一家有在卖酒的 Seven， 有在卖酒。那寄物柜呢，它的价钱呢有分3小时40元，然后我刚看到还有大的就是60块，3个小时60块，所以它这边是有寄物柜的。那寄物柜的地点呢就是在 BOSS 的这一边，所以找不到寄物柜的话呢， BOSS 旁边就有一个寄物柜可以寄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有什么呢？这边还有美国最喜欢的鞋子 ，Steve Madden， 然后还有 Hollister 这边有店面，不过我已经不穿 Hollister 了。然后呢，还有 Abercrombie 这边也有 Outlet。以前纽约超潮的牌子，不过现在已经不穿了。OK， 然后呢，一楼的餐厅有什么呢？有一只好大的狗。一楼餐厅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一楼餐厅看到三盒，这应该是做鳗鱼料理的，是不是？阿霞饭店。牛卡子，飓风楼，啊，这有卖寿司，旋转寿司，和点寿司。
这家是卖啊，还有泰国料理。干杯！干杯有分老干杯，所以我会建议说，如果要吃干杯的话，还是要吃老干杯。那这边呢有日式猪排，已经有人快排队了。好，我们再去看另外一边。哇塞，一楼跟二楼的美食区比较像，想不到一开门就已经这么多人在用餐了。那这边有木吉木吉卖松饼的，然后还有 The Body Shop， 如果你想要买拖鞋的话呢，这边也有。然后它的大厅呢，我想它以后可能会做一些像什么花车啊，就是让大家去摆一些花车的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刚刚进来的地方，它就是离高铁站进来 ，Porch 还没开。所以你问我说这一家Outlet我逛的会不会很习惯，我只能跟大家说它比较偏向日系，那我比较习惯的是逛美系的。以上影片呢就是带大家逛完一楼的山景的快速导览，那以上影片呢希望你会喜欢。一样的，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加订阅加分享，我是 Jerry， 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那四楼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室内停车场，那因为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呢，它还没有开放，所以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停车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OK， 那这边就是四楼的停车场。那从这边进来呢，再到楼下。